的车子都有做车况的认证，三大保障：无泡水、无事故、无引擎变动。实在就是 SUM。大家好，我是熊达汽车阿正，现在为你介绍的是 Honda 奇美9.5代，排气量1800cc，省税金。接下来我们看到它的轮框设计是属于放射型的设计，它采用的轮胎是马牌轮胎205/55R16。它车的造型是属于比较前卫，然后直接延伸到它的车尾。那我们看到车尾的部分，尾灯是采用钻石切割的方式。再看到下巴的部分，它下巴也是做前卫的设计，跟前面呼应。车厢部分，它的车厢的容积可以放两个大型的行李箱。然后原厂设定有一支防倾杆，让你在过弯的时候的车更稳定。接下来我们看到引擎室的部分，原车原厂标签。全车原版件无拆封后尾灯。接下来是我们的车子都有做车况的认证，三大保障：无泡水、无事故、无引擎变动。Civic 的引擎是采用 1.8 升的引擎，它的马力堪比 2.0 升的车辆。那接下来介绍 Civic 主驾的部分，它的方向盘是多功能按键，左边是声量大小调整，然后右边是定速，然后方向盘本身还有附快播键，对，然后它是双层式的仪表，这边是转速跟档位显示，而这边的部分是油量显示跟时速，还有里程跟油耗。然后旁边的小萤幕是它的总公里数94148。对，接下来是它的娱乐媒体的部分，有导航，对，然后还有数位电视。那接下来就是它的单区恒温空调，它的门边设计是采用软质塑胶的设计，还有皮革的设计，以及钢琴烤漆的握把，非常有质感。它全车的皮椅是全部黑化的，也方便清洁。以上是我阿正为 Civic 做的简单的介绍。想要了解更多 Civic 的资讯，欢迎来到我们熊达汽车。喜欢我们这支影片的话，帮我们分享、订阅。实在就是 SUM。